好，这个门是没有办法关，没有办法关。这么厚的一片，这么厚的一片墙，竟然还可以透风透成这个样子，整个这个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脱离了这个墙壁。这么厚的一片，这么厚的一片墙，竟然还可以透风透成这个样子，总之是有点不可思议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楼梯要进到家门的地方。好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在连接缝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板连接缝。地板本来接着哈这个墙壁的这边，这里，结果现在你看位移下陷，原本你看这个连接是在下面，结果现在有这么宽的距离，所以可见呢这个有下陷的状况，而且里面也相当的严重，龟裂的相当的严重。